12月3号到12月9号，生肖属老虎、兔跟龙的，在这周当中呢，你可能运动休闲，包括外出口服、眼服、耳服，享用不尽。除此之外呢，你可以尽情的去玩乐，包括旅游等等的。在这个玩乐、登山、游泳、运动的同时，会得到很多快乐。